华叔殿下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族中有急事，明日一早我便要回去了。特来跟你告别。还有些事情，我想。华叔殿下，明日什么？明日一早我便要回去了。啊，这么急吗？嗯。华叔殿下伤好些了吗？要无大碍了。 你有别的客人？客人是没有的，就是房间里突然闯进了一只小醉猫，上蹿下跳的，搞得乱七八糟。我今天就不请您进去坐坐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春雨的。华叔殿下，我得先回去照顾那只小醉猫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